达摩大师安心法门出莲灯会要，是告示学人悟后转依的行门。你我为悟菩萨也如此学习，我依原文写成歌颂。南无达摩大祖师，南无达摩大祖师，南无达摩大祖师，南无达摩祖师。一安心而已，学问之道无他，但求安心而已，学佛之道无他，但求无我而已，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但尽凡情，别无甚解，法不自法，心生而有，法不自无，心灭则无。第一颂，学问之道无他无他，但求安心安心而已，学佛之道无他无他，但求无我而已。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但尽凡情，别无甚解，法不自法，心生而有，法不自无，心灭则无。入人无我，迷时人主法，解时法主人，解时是色色，迷时色色是，是心若寂灭，念处一切无，但有分别心，限量皆是梦。若人无我者，逢物不生邪，即心无心者，通达于佛道，即物不起见，是名为达道。第二颂，迷时人诸法，皆是法主人，皆是是色色，迷时色色是，是心若寂灭，念处一切无，但有分别心，显量皆是梦。若能无我者，逢物不生邪，即心无心者，通达于佛道，即物不起见，是名为大道。弘悟大本愿，此人慧眼开。三无取无舍，智者任物不任己，无取无舍无为顺，愚人任己不任物，有取有舍有爱憎，不见一法名见道，不行一物名行道，一切处处无作处，无相无愿即见佛。第三颂，智者任物不任己，无取无舍无为顺，愚人任己不任物，
有求有舍有爱者，无见一法明见道，不行亦无明心道，一切处处无作处，无相无缘即见佛。四安心三法，安心三法如是说，六入畜兽心不动，缘起性空人无我，大圣空性法无我，取向分别堕地狱，观境法性得解脱，若见法性涅槃性，无意无相即空行。第四颂，安心三法如是说，六入畜兽心不动，缘起性空人无我，大圣空性法无我，取向分别堕地狱，观见法性得解脱，若见法性涅槃性，无意无相即空性。五达摩四行观，心不动时是生忍，受苦不称报冤行，人无我时是法忍，苦乐法相随缘行，法无我事无生忍，一切真如无求行。达摩祖师四行观，三龙体空乘法行。心不动时是生忍，受苦不称报怨心，人无我时是法忍，苦乐法相随缘行，法无我时一切真如无求心。达摩祖师四行观，三轮体空乘法行。六即心是佛，心非是色故非有，用而不废故非无，用而常空故非有，空而常用故非无，非空非有亦非无，是空是有是中道，一切处所皆本心，即心是佛汝是佛。心非是色故非有，用而不废故非无，用而常空故非有，空而常用故非无，非空非是空是有是中道，
谢主所借本心，其心是否如是佛，其心是否如是佛。